们现在要干嘛？他说他喝加冰沙士，但是没有，对不对？然后也没有一般的小冰沙士，但是我看到了这个，他有黑松沙士。所以我们决定来这边。我们大家都买那么小罐的，他的就特别，他最需要大罐。你们觉得我们是白痴？我们要慰劳他老人家，嗯。我们先把产品捧，先看他反应怎么样。好。我的是30。他的多少？他的最贵。总共多少？135。我这边好像5块。我们过个马路就走了。等一下你要藏好哦。哎呦！盛大哥就在对面，醉翁渔港。欸，真的看不到欸，很好很好，小心哦，车不知道他看到反应会是什么。快点快点快点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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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